有请李宇春。之前先祝响哥生日快乐。对，啊，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好了，我们跟孙正也说好了，因为今天是理想的生日，我们要全场一起给理想唱一首生日快乐歌。对，来，春春来起头，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好开心啊！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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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真的是开心。来，没想到哈，在这个重庆舞台上，还有真的还有这样开心的机会。那么红的人给你唱生日歌，你今年会更红的。几万人一起过生日。对对对。不过我想今天真的是春春尽情的表演，我们重庆的歌迷真的比我刚才听到生日歌还要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。来，春春给大家问好。问好。重庆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因为有这个今天的舞台是四面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有四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。哎，真的、啊？来听一下，哎，哇，精彩！这边的朋友，热情。来，声音。啊，这边。这边的朋友。根子，根子，哇，好，这边，这边的朋友，这边的朋友，火爆，火爆，哈哈，前面，最后这边的朋友，你们霸道惨了，霸道惨了，哎，哎，那春春这样形容了大家，我们现在全场一起来一个。这个拍手游戏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听到我说的，我要听到你们拍掌哦。一二三，如果喜欢春春的话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喜欢春春的话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喜欢春春的话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喜欢春春，你就拍拍手。傻傻。如果喜欢春春的话，你就拍拍脸。OK OK， 开玩笑开玩笑。哦、这个是谢谢谢谢。很开心很开心。啊、刚才我们在说啊，春春，这个谢娜呢，由于经常喜欢模仿你的动作，但是又模仿的极不到位。我们请李老师现场教授一下她的细节，好不好？啊、你先做一遍给李老师看一下。我没有了，就是。要教什么动作？啊，要教。我们不是有集锦吗？哦，你直接学集锦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们直接看一看很多你的这个动作。李老师他优美动作的一盘集锦录像，是你要看清楚了哈、哦。认真学。好吧。嗯。那就一起来看一下，来。哦。李老师全交给你了啊！啊，独家秘籍啊，绝对厉害！回去好好练啊！好，好，好好练。请问李老师，下面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很帅的动作？对呀、啊，在重庆这么一个城市，有一首歌必须要唱。好，哪首歌？什么歌？我最摇摆。哇！有请。有请春春。只有
切都想起来，随便把姿势摆一摆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虽然大家说，哎，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也有人爱，到处是叫声和大反派，可是我最有不在，恰恰恰，只有我最摇摆。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逃得来，恰恰恰恰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谢谢。那今天很开心，有这么多的朋友到现场观看我们的演唱会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感谢很多朋友，我们的所有的舞蹈演员，我们的乐队，我们的合音，我们的公司天娱公司，以及所有所有到现场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刚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随便跳了几个舞蹈动作，接下来想为大家跳舞 I got it, 梦梦。
每个月的天窗对流星说愿望，给我一双翅膀能够接近太阳，我学着一个人成长，爱给我力量，梦想是神奇的一样，谢谢。